所以对大家来讲，真是当重要。不过高雄民众都一下，还大概有1000户人家冇钱自来水，还现在爱从地下水来供应的。其中吉阳里就有渐渐的10户人家，去年10月里就谈讲已经从冇地下水嘅，也不过有年呢就过不长，爱同附近嘅白公下来加水供应的。打开水龙头，冇摆些水。将用水抽起个汽车到神头八公庙再水，再同水到热水桶里头，储到水塔备用。因为地下水工大业，原本也是工厂陈咩水井已经储唔到水，见井水啊储唔好，也冇自来水哈。阿明日见下猪头哈，后生个前忙都要来八公下再水过来哈。阿过来时节话，咁要用人呢，储水上去水塔旁。哎呀，地好上海那冇钱都卡会花，吼，咁冇水好用，吼。存一啲老人家钱都卡，伊也冇法度去追水。应该是讲自来水在这边凿井，它长期大量抽取地下水，然后还要加上这个毛豆园，它的用水也是蛮大，哎，他们也是抽地下水啊，所以深层的水跟表层的水几乎都被他们两个。用掉。目前自来水公司在隔壁的旗山区，搭十四号沉水井，每日储水十万公吨，供台高雄用。向李李总讲，民用天桥事业里，恁前夫几面都见项目自来水好用，希望相关的单位爱来重视。吉阳、吉东、吉火，还有一个泉水啊呢，大部分啊哦都干冇水啦，市里现在就全高夫啦，是啊大沉降啊。打过村的位啊，啊样储位多啊。这水公司讲，因为水源已经唔拉白嘢，会打新疆能有新的水源。地方居民要有共识来打浆，能有法土从根本来解决问题。水公司做得提供免费的水源，供居民用，唔过而且还去追。下个新闻整份，只公布土。